老铁们，今天不是发现了宝贝，是直接到手啊下了一件宝贝，来欣赏一下啊。这个是一个象耳尊画片，发射和纹饰都是特别的精美啊。这里面有蝴蝶，有长尾的这个锦鸡，两边的象耳是拱起鼻子来的啊，非常特别。上面飞着仙鹤，下面是这种如燕纹啊，飞鸣石树的感觉。整个器物放在这里给你们看一看，影像还很好，口上有点抱幼啊，有一点点小金幼，但是这个品种是真的非常之少见，档次非常高啊。康熙年这款东西是小康的一个很少见的一个精品啊，而且这种青花瓷器少见的本身就不多啊。今晚七点我们开播，拿这件精品给你们低价放肉，好不好？没有加入我们群的啊，不知道怎么看我们每周二六精品开播的速度，问我们。